海州市佛教会选出的第四届孝子是由全市八个区分别产生的。市政府主席谢东明除了与八位孝子合影留念之外，在接见他们的时候并勉励他们在家庭中的优良孝风散布在邻里，发扬到社会，共同建设三民主义安和乐利的模范省。